哦啾啾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嘿嘿嘿，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啾啾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一集，英雄拯救幸福的人。在一个很远很远的星球，有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在这美丽的世界里，幸福的市民们和平相处，过着快乐美好的生活。他们共同发展，共同进步，到处一片祥和安详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有一天，噩梦降临。童话世界将臣服在我的脚下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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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！出来了！你的车来救他们！快跑！救命！所有人都将成为我餐桌上的美食！哈哈哈哈哈！呀！救命！呀！谁来救救我呀？啊！住手！哎呀！哎！哎！住手！哎！啊！什么人？快躲起来！救命啊！野狼君，你嚣张的日子结束了。自不量力的小苍蝇，去死吧！哎，可恶！让你尝尝我的超级口气！哎呀，好臭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真恶心，差点被你熏死！你早上吃的是什么呀？要你管！再来一次，肯定把你臭死！哎呀！七棒之剑，哎啊吼！哎，狼我吧！哎呀呀！哎呀！
我终于打败野狼君了。哎，嗨，大家好，我不应王子来了。各位观众，我现在正位于英雄广场，为您做现场直播。500年前，正是因为他们挺身而出，拯救了童话世界，我们才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。为了纪念这5位史上最杰出的英雄，一年一度的幸福秀秀秀又将隆重举行。花车巡游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环节，特别邀请了许多重量级嘉宾。灰姑娘已经和白马王子举办了浪漫的婚礼，据说红包收到手软，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。身为偶像派的白马王子虽然已经结婚，但是依然拥有狂热的粉丝。哦，这位女士太调皮了，我们来看下一辆花车。白雪公主识破了恶毒王后的阴谋，已经把她赶出了王宫。现在白雪公主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给她吃有毒的苹果了。其实我最爱吃苹果了，苹果好像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。 不知道营养这么丰富的苹果在哪里可以买到。等等我！大家快看，卖火车的小女孩正向我们驶来。卖火车的小女孩凭借独到的创意和精致的做工，已经使火柴成为了高贵身份的象征，就连奥运会的火炬也换成了火柴。我和你千里行，一起共享之用火柴够环保，别让你真是让人心情澎湃呀。这位是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，继承5位英雄遗志，以维护童话世界幸福为己任的少年英雄猪猪侠是也。这位像猪一样的小朋友很有创意哦，不过英雄可不是这么好当的，你还是快回家看动画片吧。我们接下一位嘉宾。一年前，杰克爬上通天的斗镜，从巨人手里救回了爸爸和会下金蛋的母鸡，终于一家团聚，再次成为童话世界最富有的家庭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啊？你们别停啊，花车巡游还没结束呢。大家想看的是幸福秀，根本就没人看你的 cosplay。 就是这可不是简单的 cosplay， 这是一个有志少年立志成为超级英雄的决心。是，我们走，让鸡鸡棒自己做梦吧。喂，你们两个可真没义气，那两个棒棒糖还是我给你们的呢。把棒棒糖交出来，不然就吃了你们。算你们识相。住手！不准欺负人！我们快跑！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！哎呀，怎么给卡住了？真是该减减肥嘛。狙击炮，
你是从小被我打到大，竟然还敢来管我的闲事。哼，正义是不会屈服的。我看你是又怀念我拳头的滋味了。呀呀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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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啊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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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终于停下来了。看来下次还得坐结实点才行。老婆，我在这儿呢。这巡游已经结束了。小弟弟，哎呀，我不买保险的。小弟弟，小弟弟别走啊。干嘛？哇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。你有道灵光从天灵盖里喷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啊，什么东西喷出来了？啊，年纪轻轻就有一颗侠义之心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在今